茄子是一种营养丰富的蔬菜，它含有多种维生素、矿物质和抗氧化物质，具有以下功效和作用。降低胆固醇，茄子中含有丰富的纤维素和类黄酮，能够降低血液中的胆固醇水平，预防心脑血管疾病。抗氧化，茄子富含维生素 C、类胡萝卜素和花青素等抗氧化物质，能够减少自由基的产生，保护细胞不受氧化损伤，促进消化。茄子中的纤维素有助于促进肠道蠕动，增加粪便体积，预防便秘，预防癌症。茄子中的多种营养物质有助于预防多种癌症，如胃癌、结肠癌、肝癌等。控制体重，茄子热量低，富含纤维素和水分，能够增加饱腹感。控制食欲，有助于减肥和维持健康的体重，改善皮肤状况。茄子中含有维生素 C 和类胡萝卜素等营养物质，有助于改善皮肤状况，减少皱纹和色素沉淀。总之，茄子是一种营养丰富、多功能的蔬菜，有多种功效和作用，对人体健康有很多好处。